萨满那个叫，不是萨满那个。不带防御天赋，脆死吧你！我就只玩猴，不行吗？玩鳄鱼的时候，你人呢？一天天赢不了，说菜。玩一个英雄又说就只玩猴，真难吃啊！你跟谁俩不带闪现呢？跟谁俩还不带闪现？没点燃了，不用怕他。而且他那技能啊，打不着人。不要让他生啊！这波不要让他生，他没生。好，回家。完了，出错了。这样吧。长剑皮海出门没出出来耀光，挺难受。说实话，前期最好是能有个耀光打底儿。兵线没进来，他不能走。他妈好喜欢这样拉野呀！他妈只有白酒，哪个东西？不是哪个东西？哪个银行卡吗？银行卡。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点吧。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你这昨天晚上玩的是什么？是微信呢，是支付宝啊？微信可能是那个，那什么吧？你看一下，一番赏吧，可以杀。回家？不回家？没够700，回什么呢？人呢？回家。哎，这玩意儿还带多兰剑呢，我才发现呢。先来个700。经过上一波我们跟他打啊，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血量太少，是打不过他的。所以我们的血量得高一点，一会儿我们需要一个红宝石，而不是女神之泪，否则就会太脆，太脆就有可能打不过他。아군이당했습니다，EA，Q 一下，走。你最多只能捡我一下 ，EAW 走双 Q，
这英雄带红色的腹系主宰根本没法玩。小妹妹，你是不觉得塔下你死不了？怎么的，后边来人了？走不啊，还不走啊？哎，还不走是个什么操作呢？不行，闪现交的有点亏了，这波闪的有点亏了，全球虚区有点高。那不483+494吗？不是昨天的哈。990，你快想想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你不害怕呀？你不担心有可能银行卡被盗刷了？应该不会吧。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我的跑车，俺们家这包女刷也挺慢的。那剑圣怎么连装备都不买呢？干啥呢？剑圣啥意思啊？剑圣是就这装备啊，还是说都卖了，买了四把长剑呢？扣一下，他干啥呢？他觉得我要杀他呀，我没有大呀。我看看这中路能不能杀，我去见识见识这狐狸。唉。Hello， 狐狸，玩个屁呀！那剑圣啊，人家杀你连大都用不上吗，大哥？哎，我让小兵卡了，我靠，有小兵卡了我一下，玩个锤子啊！有点亏，给我干崩了。倒不是说我打不过他，只是我们的节奏稍微有点断了。真面呐、啊，剑圣啊！不好杀，算了。无知流风水，吃了我两层塔皮。我现在有一种冲动，我想把这剑圣。我想把这剑圣给杀了。这个剑圣在干什么呀？
一边呢，我总就真是。这有些时候这人就是，这些人就跟有毛病一样，这打着打着你说俺们家优势军，你说你在干什么呢？说脑残都有点抬举他。여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等一下塔砸他回家但反正咱也看不懂拉倒爱玩不玩吧也不是头一回知道这个世界上傻子比较多拉倒吧下路收线球啊封路看看能不能盖上啊漂亮波尔比帮他们推一下子千珏可能搁中呢啊小心点没事那都是假猴无所谓打的都是假猴还好我们家波尔比比较厉害波尔比跟着洛这是 AP 洛呀你啥呢妹妹要杀奶妈呀小龙什么时候刷呀小龙还有一分钟一分半先把中塔拔了吧剑圣肯定是打不过这个大茧的啊所以我们赶紧过来把人头收了正好值钱挺好战争의지배자
就有的时候我也搞不懂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以导致的，让这个剑圣这种人就是不想好好玩。他到底是被单杀杀的次数太多了，恼羞成怒了呢，还是说就是有人野着他了？我操！这一个 Q 回那么老些血啊！我天！哎，回血可以啊。又不是队友搞的，自己就开始。对呀，你说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啥原因呢？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很奇怪。要不就说他脑子不好使，没有解释的东西了。除了脑子不好使，没有其他能解释的东西了。这狐狸多杀他几回。你咋不去打那个三郎呢？那千珏，哎，行了。差一点点。那千珏印记你不去给他打了呀？漂亮，下路推吧，下路正好峡谷先锋，快快快快快，赶紧推了，赶紧推了。那有奶妈呀，把奶给我揪了，漂亮。赶紧摘！给个点盐吧，撤，来个蟹手。虽然咱们这是一把游戏，但也无所谓，你知道吗？游戏无所谓，但你这薛飞是有点不尊重人了，不尊重队友，玩游戏都不好好玩。你要不想玩，你就别玩，玩一玩扫雷单机游戏，整这种团队游戏，你出来恶心咱们人。不想玩还玩？你以为你能跑？哇，猴专吃羊！踩踩踩踩踩，下一把！你就杀剑圣，跟我没有关系啊！来吗？稳溜一手。你以为你的 W 可以中我，但是确实是中了啊！我们的走位差点意思，回家了。赏你个针眼儿。
啊，不是，说怎么用英文来说呀 ？Talk 吗 ？T A L K。You talk. You mother. You talk. You mother. 噼里啪啦打一行的字儿，看也看不懂。去，干一把。